外面68一份的酸辣柠檬鸡爪，原来是这么做的。鸡爪冷水下锅，焯水15分钟后，捞出过一趟冰水会更 Q 弹。剪刀打上十字花刀，能轻松去掉骨头。处理好的鸡爪放蒜末、红椒、三片柠檬、一瓶泰式风味汁、一把香菜，左手抓拌均匀，冰箱冷藏24小时更入味，把隔壁老王家的小孩给馋哭了。